都没摸，但是烤了一张板子烧着，哭的这大块都不理。结果呢？这个哎，不在。结果吃什么东西呢？吃的麻麻了了。姑姑，姑姑不在管。你爸不在。什么东西不在？老百姓老婆在不管。你老婆又不在了干嘛？这个最后你妈吃的趁的一盘鸭子没上桌，我们端上去的，你给我你给我高兴死了，快这盘鸭子忘掉上桌了，我们真的吓唬了你，这你们怎么都不在？你们在公兴镇吗？在那个小平房那个什么？那年纪的老老的，他肯定在，肯定在，肯定要在那边。在都在了吗？最后是我走的没？什么这这这？他没出去啊，哪出去了？六几年出去的。那没出去，还没出去。你二如果要是零二年就没有出去，肯定没到。没出去。零二年肯定没到。你是零二年结婚的？你结婚你在我那你工作了吗？最后他妈跑到出去看，还吃一盘鸭子没上吗？你爸高兴死了，快吃一盘鸭子没上。我那个吃完鸭子，你爸吃完鸭子高兴。啊，好菜哈。好菜，这咋那么吃？那真是，最后没办法，你妈，我做的也最后我做的没嘛，就团圆。那这个，我今天跟你讲，你要买那个司机的还是？